总算能坐下来看前些日子的拍戏成果。 TVBS 青春爱情喜剧首播，演员们心情比电视机前的观众还兴奋。挡车一开始在学的时候就是还蛮挫折的，对，就是可能打挡或什么，然后就打到可能脚边边的凹陷，袜子都黑掉那一种。川峰的角色本身就不是太爱讲话的人，但就是给大家看我打篮球的样子了。帅气要有，辛苦也要有，但为戏付出，回过头看都值得。剧中学生演员一字排开，映后活动玩起来，超级嗨。辣台妹，辣台妹，要对辣台妹，辣台妹，哦。啊，好可爱啊！三，哇，耶、延续戏里的默契，戏外也有好感情。 TVBS 自制八点档描述高中最调皮的班级怎么和警察退役的新导师佑胜，从斗智斗勇到相亲相爱，剧中有粉红泡泡爱情，有友情，还有家长对子女的亲情，延续女力高人气，一路长红。15号首播当天，玩起社群号召，召集主演员群唱起以开播八为发音的结婚进行曲，从开播便造成社群轰动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，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。邀请您订阅，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。